八，很棒。好，问题呢？问题是这样，看起来你大了咯。我打呀。我在里面有蒸发感觉，有味道很厉害，老板。师傅，你感觉 OK 的，你先拿。你先把它蒙起来。太大了，这个。OK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好像鸡蛋一样，鸵鸟蛋。可是我们现在走到尽头了，我才发现，搞不好我是被他骗了。Oh my god！ 终于找到了啊！没有人开耶，真的没有人开喂。